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汤姆。好的，来我们这一款救猫特工队。好，之前巴哈有广告宣传吧？11月15号正式登录。那我现在是半夜时间，已经可以玩了。就来试试看吧。这是猫咪题材，我来设一下摇杆。等我一下。保存一下，可以了吗？好，这边有一个地下城的地图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冲刺哦。好，装备你的新什么什么东西？那我用的是那个简中版本的 Play 商店，所以它现在秀的是简体字。哦，因为有时候要换模拟器啊，最近模拟器又坏掉，账号也有问题啊。下载一下又说网络出问题。好哦，射击的是不是啊？按住就可以射击哦。啊，自己瞄准哦，怎么那么麻烦啊？还要自己麻烦，还要自己瞄准，所以我这个是 APK 档啊。A P K 他就不会去从 Play 商店去认证嘛？有时候可以玩啊，有时候不能玩。有些游戏他有时候要去认证一下。这个应该是 A R P G， 但是是这种地牢探索的。这要干嘛？回血哦！哇，吃完了回血的。我们现在有冲刺，有回血。我发现11月15号好多新友，侦察兵、机关枪。音乐怎么突然变那么大声呢？是这个游戏的音乐吧？因为我说的那个视窗开太多。猫咪加这个外星异形生物啊！我射的时候不能走路。他会让你慢慢走，这样。像十五号还有两个啦，我就中午起来玩嘛。决战异世大唐，感觉好像以前玩过陆服版本。然后守住亚主公。哦，我要保护是不是啊？我要把我的研究基地哦。他会自己瞄准啊。射击虫群来保护我们的研究物。好，剩下30秒，传送门马上就准备好了。这太空喵啊！我都说那个喵喵咪题材的那个跟狗狗题材比起来，我觉得是99:1了，会不会太夸张？没那么夸张啊，我觉得好像10几20:1吧，就是有可能就一款狗狗题材的，那就10几20款猫咪的，因为猫咪的实在是太多，猫咪就疗愈啊、治愈啊，很多人都不养小孩，都养猫咪去养狗、养猫咪，猫咪养起来比狗还要轻松啦，因为猫咪你可以不用管它。你知道定期去清猫砂、清猫屎、猫尿，然后每天清一下就好了，这样就比较不会臭。然后食物就放在那个它的那个食盆就可以了。狗狗的话比较麻烦，狗狗要带去散步，然后狗狗还要洗澡。我现在这边有 traditional 的，因为我是用 APK 档啊。用 APK 档，他就不会去检查说你的 Play 商店是什么语言。所以他预设就可以用简中，有的还会用英文。
啊，狗狗还很容易生病，狗跟猫，狗狗生病要花蛮多，比较会生病，而且要生病花蛮多钱的，所以养狗比较贵啊。这边画质是高，帧率是60，镜头可以不要换晃动。然后这是地区哦，他说我是南边的亚洲，东南亚、哦，没有，我是台湾，台湾、香港这 MAC 我不知道是哪里耶 ，MAC 不知道是什么的缩写、啊，我们来看一下 MAC 是哪个国家的缩写，我来看一下。MAC 澳门哦 ，MAC 竟然是澳门呢、欸，因为澳门有时候他会用 MO 啊，就是有时候你看那个什么台港澳啊，他就 TWHK 嘛，澳门他就用我刚说的那个 MO 啊，所以 MAC 也是澳门，这边可以换我们的武器。Cat weapon resource， 反正有中文吧。这种就是把地下城改成外太空星球，然后去探索资源、打异形任务的这种2D 的这种射击游戏。我们有没有什么任务啊？没任务。目前只有这只猫、猫咪、猫星人。信箱不知道哎、欸，没福利。猫咪。就这一只而已啊！新闻错误，像这种国际服有时候可以先玩啊。哎、欸，怎么宅路中啊？直接卡死了！就他想要去读取，然后一直宅路中，然后我不能上页，哎，真是的，重开。啊，重开过程顺便查一下，澳门的英文是 Macau， 所以是 MAC Macau。啊，地上有这个脚印啊！我现在发现了，有脚印。我想说，怎么没有任务啊？获得了这个大骨头，这是战士啊 ，warrior， 是不是？啊，猫咪。啊，用这个骨头来升级哦。哦，没有，装备骨头。上页，他那个还跳出英文的诶，战士的训练。我们是9 cat， 你如果搜寻不到就输入9 cat， 9猫咪特工，因为那个 play 商店的搜寻真的很烂，有时候你中午搜寻不到游戏的话，就是要去那个，这干嘛？这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为什么要用这个狗骨头啊？而且我们不是中午吗？怎么突然变英文的？他这个狗骨头那转圈可能是普攻吧，他这可能是重击吧？我在想，没有重击哦。跑去哪了？哦，机器，这里有那个能量啊。狗骨头打他们，跑去哪里了？我们要1550分啊！要跑！我的武器过热了，还有30几秒，啊，150分了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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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他这个没有翻译好啊，就是还是有中文的部分。哦，就让你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战斗风格。机器没有过热 ，overheat。
好，这个感觉就是给你用一下这个狗骨头这些角色还是武器，让你体验一下。你看这个有中文掺杂，夹杂一下。嗯，继续有这个猫脚印，你可以继续做任务。他要告诉我们要干嘛？这个是体力吧？这是游戏币钻石啊。这边有一把滑板哦，买哒哒，啪啪啪啪啪，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武器？不太像滑板。Space Cat，太空猫，没了嘞，不知道干嘛了。中央面板。这个是符号，咻！再跟他讲一下话，获得了这个武器，中古步枪哦，它是步枪哦，看不出啊，把它升到十级。资源没那么多吧？他这个引导教学没有很流畅，你要自己慢慢摸索一下，不要像我这样乱跳都不看。主要武器、次要武器，哎，匹配哦，继续战士训练，我们还没有去第一章，继续教学吧。我们现在有主武器跟副武器啊，我这是那种散弹枪吧，霰弹枪。我还没看嘞、欸。反正就打爆他们吧。我有挡。我谁喷毒啊？我这个虫虫啊，异形虫虫。然后救我中毒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吃药。哎，怎么吃啊？还是靠近就好了。嗯，这样吗？哦，这个是收集器啦。然后刻一下这个蓝莓。他就是教你用这个收集器收集资源，然后吃补给品这样。这边有这个补给品，没有没有，敌人来了，BOSS 来了，他中毒了，哇，好痛哦！哇嘞，怎么这样子？好难打哦！啊，我快死！我想说按这两个，结果我被毒死，瞬间被毒死，失败。好啦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玩到这边。哦，也十几分钟，摸索了一下这个游戏。好的，我是汤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